国民党立委赖士葆开车没有礼让行人而酿祸。他昨天晚上9点多开着休旅车行经台北市大安区瑞安街的时候，没有礼让正在过斑马线的行人，撞上两名女子，造成两个人左脚踝骨折，还有头部撕裂伤，但还好意识清楚，送医救治。至于赖士葆，则是车头毁损。根据警方初步调查，赖士葆没有酒驾。